活力霜可以天天擦脸吗？活力霜可以天天擦脸，用活力霜天天擦脸的话，可以让皮肤更加的紧致，也可以延缓人的皮肤的衰老速度。但想要得到好的效果呢，就必须要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如果方法不当的话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使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量，这种护肤品呢，就像其他护肤品一样，并不是使用的越多越好，而是掌握一定的量才可以。使用这种护肤品呢，一般取1到2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大小就可以了。这样的量呢，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充分的保湿，也不会让皮肤显得更黏腻。另外，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肤质的活力霜。不管什么样的护肤品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